各位好朋友，欢迎来到中壁五四三直播平台。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谈天说地》第39个单元“时序时辰与后天八卦”。我们要讲到八卦，后天八卦的第三个卦，第三个卦叫离卦，相见乎离，相见乎离。那相见乎离的意思就是，在离这个位置里头，大家互相相见。意思呢，就是太阳呢，过了不多久呢，太阳到了正南方的离日。所以我们来看这张图，这张图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太阳来到了正南方的离日，这时候已经到了黄道面的90度的位置。那在90度的位置正好是夏至，正好是夏至。那再说离卦了，所以是离卦是南方之卦了。那这时候呢，太阳来到了黄道面的正南方的离位，这时候连续。就从连续呢就进入了夏至，进入夏至的时候，阳光直射北回归线，而北半球的昼长夜短，从这一天开始那就昼呢慢慢变短了，夜慢慢变长了，所以呢，在华夏民族看见春分之后呢，太阳沿着黄道面北移，那北移之后呢，夏至呢的时候呢到达最北端。也就是这时候呢，太阳是直射的北回归线，这时候太阳呢出于东比较偏北的部分然后没于西比较偏北的方向。到了夏至这一天呢，太阳在黄道经度上就走到了90度的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呢，称为离宫，或者是称为上天宫。那这一天呢，白天最长，黑夜最短，中午的时候呢，太阳距离地面在天空的最高处，所以这时候呢日影最短，所以呢古代又称为是日北至或长日至啊，长日至就这一天呢，因为它日影是最短的，日影是最短的。那夏至呢，代表事物呢已经发展到最成熟的阶段，那接下来就要进入所谓的衰退，所以离日呢，就是从夏至开始算45天啊，这是离宫这个上天宫所主管的这样一个45天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万物呢的幼苗在这里头都已经充分的成长，充分的发育，然后纷纷冒出头来相见，所以呢说相见乎离，也就是在这个夏至之后呢，所有的生物呢该出生的都已经长到最茂盛的时候，所以是相见乎离。那在夏至的日的前后那农夫呢也忙着收割完第一期的稻作，那甚至准备要第二期稻作的播种，这时候也需要群策群力，所以呢准备，无论是准备收割第一期的稻作，或者是准备播种第二期的稻作，或者是其他作物，我们可以看到这时候需要群策群力，所以呢就说相见乎离啊，因为这时候太阳最旺盛，万物最鲜明象征的事情又到了有转机的时刻，所以离呢它一方面是美丽，一方面是分离，也就经过了这一天之后大家就要分离。所以呢易经里头讲离者立也，离者离也意思呢，所以呢离这个呢是一个好也是个不好为什么？因为这一天呢大家都非常快乐也非常美丽嘛，那但是经过了这个美丽的一段季节之后大家就要分开，所以离者离也，所以是分开分离的时刻，分开分离的时刻就一天而言到这一天的时候中午日照最强，这时候大概是中午11点到13点之间到下午1点，这时候呢中午的能见度最好，是大家也能够相聚在一起一起吃饭，所以每天到了日正当中的时候就是午餐的时刻，那午餐当然是朋友跟朋友一起吃的，大家一起吃才吃得津津有味，所以他就相见乎离。那这个时刻呢中午也是心脏工作最达到最巅峰的时刻，所以呢因为心脏工作达到最巅峰时刻呢，所以呢就鼓励大家这时候应该放下工作聚在一起呢一起吃午餐，为什么？因为心脏需要能量，需要补充能量，所以这个时候中午也是人体能量最强的时刻人体最强的时刻。所以相见乎离呢相对人体的器官就是心脏，所以中午的时候呢心脏的活动力是最强的，所以按照人的生理时钟呢只要晚上好好的睡觉的时候呢就可以应付一日所需的活动，
中午并不需要午睡，但是如果你中午有午睡的习惯的话，那中午午睡不要太长，不要太长。为什么？如果中午你睡太长的时候，你会发现起来的时候昏昏沉沉的，所以呢，而且晚上可能睡不着，所以有这么一个说法，说中午午睡的时候不要超过30分钟，所以中午一睡睡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一起来，两点三点，你会发现好累啊。为什么？好像睡不饱。为什么？因为睡太多了，所以相见物理的，说中午睡觉是可以的，但是不要睡太长，所以午睡了大概30分钟左右，20分钟、30分钟左右、大概这时候醒来，那时候精神最好，精神最好。如果呢超过了一两个小时呢，午睡睡太晚、睡太久的时候，头脑反而容易昏昏沉沉的，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时候，是你的心脏活力最强的时候，那这时候呢，如果你小小的休息呢，它可以锁住体内的阳气，可以避免体力的过度的消耗，所以呢，过去人呢都鼓励人家中午要午睡，但是午睡都不要太长，大概半小时，所以很多学校里头啊，12点到12点半，就吃中餐，12点半到1点就让你去睡觉啊。为什么？有它的原理在哈，就是你小睡片刻是对你的体力补充最好啊。如果你一睡睡到两三点，不好意思哈，那时候你体力不会变好啊，只会变得更差啊，这是因为跟你的心脏运动有关的哈，那这里头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个锁少阴心经。这个手少阴心经呢，一共有9个穴位，左右各9个，所以有18个穴位。它从这个心脏中间开始，然后回来再回到心脏，然后穿过小肠，所以这一条经脉呢里头呢，就是会主导口渴，那咽喉干燥，所以呢中午要多喝一点水啊，因为常常会口渴呢，咽喉干燥。可以呢，尽量喝水的时候尽量不要喝冷水啊。为什么？热嘛，热的时候喝冷水不好啊，热的时候要喝温水、热水，这样反而会比较好一点啊，这样就比较不会有酸麻疼痛的这些问题呢。那这个主要是说，因为中午呢它血液呢会把养分呢带到各种末梢神经，然后可以把末梢神经一些代谢的东西再带回来，所以准备进行排毒代谢的工作。所以相见护理就中午这段时间哈。在第四个卦呢，就是自愈乎坤啊，坤卦呢，意思呢就是到了下午，坤卦啊，意是劳逸的意思啊，自愈乎坤啊。逸是劳逸的意思啊，就劳逸、徭役，我们过去讲的服劳役啦、服徭役啦、服兵役啦，就是这个役啊。那奴役的也是这个役，所以役呢，意思很多啊。役呢，不管是劳役、徭役、兵役，还是奴役的啊，它的意思都是一样的意思，叫努力，努力。所以自愈乎坤的意思呢，就努力一下，努力一下，那会更完美。也就是说，经过了长时间努力之后呢，但是还不够完美。要自愈乎坤，你再努力一下会更趋完美，所以已经到了再努力一下会更完美的时刻。所以在八卦当中呢，乾为阳为君主啊，然后呢下命令发动，所以坤为臣，所以自愈乎坤啊，这个坤呢是顺从的意思嘛，所以呢顺从，也就是说你只要根据心脏所发出、头脑所发出的命令呢，努力的去做完就可以了。那就是自愈的意思啊，自愈的意思是努力做就好了，不要问为什么，这个时候不适合问，就努力去做啊，因为呢，再努力一下就可以达到最完美的意思，所以呢，自的意思呢，也古代人解释了，说自好像是一什么，好像是一只鸟了，向下俯冲啊，向下俯冲干嘛呢？要咬食地面上的食物。在咬食地面上的食物，就差一点点就可以吃到食物了，在自愈乎坤啊，所以自呢，自的意思呢，就是它的古文就是画一只鸟，然后这一只鸟呢是向下飞到地面上，那要去吃地面上的一粒稻谷的这样一瞬间，这个叫自。也就是说，到底能不能吃到这个鸟，到底能不能吃到这个谷物呢？就看这一刻。你前面飞了很久，但是这一刻非常重要，所以叫自愈乎坤。所以自愈乎坤呢，象征什么？再努力一下就能够功成圆满啊，这个时候呢，如果在一天的过程里面呢，就午后呢，日照虽然渐渐弱了，但是地表上的温度还是在上升。那工作呢，还差一点点就能够尽善尽美，因为你早上呢8点钟起来工作，
工作了半天之后，中午休息小憩一下，然后呢已经很累了，但是这时候你要知道再努力一下，今天就可以大功告成了啊。所以呢下午的时候呢，最好是做老板的人呢要到办公室走一走，鼓励大家再努力一下就可以下班了，这样是最好的时候。因为到那时候，如果不努力，那可能今天就前功尽弃了，那明天又重来了，对不对？所以呢，如果各位在担任主管的时候，早上是不太需要去鼓励，早上精神最好。下午呢，在吃完饭以后到办公室鼓励一下，叫他再努力一下，这工作就可以做完成。所以叫做自抑复坤，所以他意思是自抑复坤，跟八卦的意思，坤就是顺从嘛，顺从。那乾是命令，八号司令嘛，就是自抑复坤，就是到了顺从的时候你不要想太多，就做就对了，做就对了。那这时候呢，太阳来到西南方的坤位啊，太阳来到西南方的坤位，这是在黄经135度的地方。我们看这张图，这时候是正是立秋啊，立秋的时刻啊，立秋的时刻，这是秋天要开始的日子，秋天要开始的日子。那这个黄经135度呢就是什么，就是坤宫，或者是说玄尾宫啊，玄尾宫。那从立秋当日开始呢，会觉得凉风阵阵，代表呢炎热的夏天呢即将结束，早晚的温差开始变大了。那农民呢必须在立秋之前呢完成所有的农作，如果是迟的话，那今年可能是收割无望的。所以到立秋这一天呢，一定要加紧工作，加紧工作。所以呢叫自抑复坤啊，所以农作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到了快到立秋这一天的时候呢，就是要加紧工作。那自抑复坤呢，因为坤卦是代表西南方向的卦了哈，那太阳由旺转弱，养育万物，所以象征呢是动，象征呢这些食物呢是慢慢成熟，所以秋天是一个成熟的季节。那怎么让它成熟？所以努力一下，它就会更成熟啊，更成熟。所以说，自抑复坤呢，就是意思呢，就是努力，再努力一下，就会进入这个完美的关键时刻啊，就会进入完美的关键时刻。那就一天来讲啊，这一天的时辰来讲，这时候呢，坤卦自抑复坤。坤呢，这个时辰呢，就到了下午的两点到五点之间呢，这个时候呢，是一个人的分析能力还有创造能力最好的时刻。所以还没有完成的工作，可能你需要一个新的点子啊，可能需要新的点子，因为这时候人的分析力跟人的创造力最好的时刻，所以利用你的分析能力，利用你的创造能力，然后赶快把今天的工作做完，做个很好的 ending。然后呢，在农作的时候也是一样。即将在坤时结束，工作即将在坤时结束。那五点到了之后呢，那就是因为它是下午两点到五点嘛，五点之后太阳就要西落了，所以要在这个时候结束。那所以呢，农友们呢要在下午五点之前呢，赶快把手上的工作做完。那下太阳为什么？因为太阳下山之后就没有办法工作了。所以自抑复坤呢，从人体来讲呢，在自抑复坤相对应的器官是小肠，还有呢，膀胱。那小肠是吸收养分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器官嘛，那膀胱呢是排毒最重要的器官，所以呢，这时候进入排毒的这个生化工程的时段，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要去尿尿了，膀胱要排泄的哈，泄火系相对应经脉是足太阳膀胱泄。所以在下午这一天呢，两点到五点，如果你憋尿的时候，这个时候去尿尿是最好的，因为这时候是排泄最好的，千万不要在下午两点到下午五点憋尿，这个对你的身体不是太好，不是太好。所以这时候我们这时候人体的经脉是走这个足太阳膀胱经，足太阳膀胱经的穴位非常多了，总共134个穴位了，它两侧了要对称的，所以一边有67个穴位。那在下午三点到五点这个时段呢，那气血呢很容易输送到脑部，所以呢学习呢还有学习啊工作效率在这段时间都会很高啊，都很高。所以呢古语说呢，朝而受业，夕而习复，也就早上呢听讲说下午这段时间叫复习的时间。所以呢自抑复坤呢就学习来讲也是复习的时段啊，复习的时段。所以我们在学校排功课的时候呢，早上就排一些必修课啦，然后下午呢大部分都排一些呢，排一些这个选修课程啊，或者是复习的课程啊，就是因为呢就是这时候朝而受业，夕而见复习啊，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能够复习的话，对你的功课学的进步会非常大啊，所以这个时候也是办公时候效率比较高的时候。
所以如果一个人、办事在下午的时候办公的效率不高了，容易健忘了，容易健忘，那可能呢、他膀胱出了一些问题了，膀胱出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因为他没有办法做很好的循环、做很好的循环、所以可能会有咳嗽的这些问题了。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为了让你的身体做 更好工作的时候，多喝一点水，多喝一点水，那有利于身体呢排出尿液，那对你的身体的恢复呢是会有帮助的、会有帮助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段里面就所谓的治疫扶困，然后接下来就到了说言扶对啊，就秋高气爽呢到了开心收割的时候，所以我们叫做说言扶对。那对呢是代表什么？对代表正西方啊，正西方。正西方这个呢在时序上呢，一年的时序上代表秋分呢，秋分。那就是说太阳来到了对正西方的对位，正西方的对位。在正西方的对位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这时候太阳跟春分相对了，来到了180度的地方啊，来到180度的地方。所以呢这时候呢一天当中啊对时就是到了下午5点到8点左右。所以太阳开始没入了地平线，所以这时候该收工了，该收工了。天气转凉，阴阳能量就在这个时候开始交汇，开始交汇。所以呢，正西方点着一阴，对啊、对就是一个阴嘛，啊对啊对是下面是阳，两个阳卦，然后下面是一个阴，一个阴爻啊，所以对啊对也是少女的意思啊，少女的意思。秋分的时候呢，太阳经过了黄道180度的地方，那这个是。黄道面跟赤道面相交的第二个点，第二个焦点，这时候太阳呢正出东方，没于西方，所以这个地方叫对宫，或者是叫仓果宫。那秋分的时候呢是季节交替，所以早晚的温差非常大。那但是呢它的水气不像夏天那么样的充沛、你 可能会感觉到空气当中越来越干燥、所以我们常常讲秋高气爽，就是讲这个说言扶对。在这个时候呢是农作物的收成期的收成期，所以万物生长到了结实累累的时候呢，到了说言扶对的时候呢，就是呢要准备收割。那准备收割当然值得开心了、所以这对呢就是喜悦的月的另一边了、所以它代表是喜悦的意思，所以叫说言扶对。那秋分过后呢这个秋风萧瑟、这个落叶缤纷呢，那另外呢这个早上的凉风呢早晨呢还有这个绚丽多彩的黄昏呢那天空呢非常美丽，所以呢天高云淡啊，美不胜收。所以在古代的时候呢在这个时候呢要拜月亮啊，拜月亮。所以我们中秋节呢也是在对这样的一个卦里面啊。所以呢在这一天呢祭月啊，叫拜月亮啊。春分的时候是要拜太阳，秋分的时候是要拜月亮，是祭月啊，祭月，然后祭月拜祖，所以祈祷报恩。所以在这个秋分这一天呢就是呢呈现出一篇丰收的状况，一篇丰收的状况。那秋天呢也是传统的祭月节啊，所以我们中秋节呢就是会选择在农历的八月啊，农历八月的15号，因为这天是拜月节啊，拜月节。那古代呢，在冬季的时候，古代呢在这一天要祭月啊，所以呢祭月的场地叫月坛，祭日的叫日坛，祭月叫月坛，那祭天的叫天坛，祭地的叫地坛啊，所以有天坛、地坛、日坛、月坛。那分设在哪里？分设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啊，四个方向。那北京的有一个月坛啊。北京的这个天坛呢旁边有个月坛，这月坛就是过去皇帝呢祭月的地方，祭月的地方。但秋分的时候呢虽然都在八月，但是每年的时间都不大一样，每年时间不大，所以不一定会赶上圆月，不一定是赶上圆月。那所以后来呢人为了要方便，所以就把这个祭月的这一天呢就把它调到中秋节。其实中秋节不一定是秋分的，大概在秋分前后。但是中秋节的时候月亮最大嘛、所以原来在秋分叫祭月，那他们就把它跟秋分相近的一个节日，就是中秋节8月15号。那原来是祭月，那祭月仪式变成后来慢慢发展成一个轻松活泼代表团年的赏月，中秋赏月娱乐的一个季节、所以我们讲说说言扶对、说言扶对。那说言扶对就在一天的时间里面、下午5点到8点也是肾脏排毒肾脏排毒还有血液循环最旺盛的时候，所以这时候呢是跟家人同乐还有运动最好的时刻，最好时刻就忙完一天之后
准备跟家里人、一起欢乐，一起聚餐、然后对应器官是肾脏，那、这个肾跟肾是肾是肾跟膀胱都是主水嘛，都是主水，那肾是里，膀胱是表、膀胱是表，所以两者互为表里，这是形成一个循环、形成一个循环。所以在这里头、在、中医认为、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嘛、如果肾气不足、身体就会虚、就会乏力、就乏力，就胃老先衰等等这些问题、就会出现、所以把肾顾好的时候呢、会让你解决、胃老先衰的问题。所以呢在这一天呢，陈言乎对呢，就是、秋高气爽、准备收割的季节、准备收割的季节。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下一个卦啊，这所谓的战乎乾啊，战乎乾啊，我们休息一下，谢谢大家收看。